淘气包里奇，五十，魔术表演。看我的帽子里面，它是空的。现在靠近点看。哇，它是怎么做到的？下一个表演，我需要一个人帮我。哥哥，不要去。你请到这里来。没事的，李安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奇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李奇。你会隐身吗？隐身？不，我不会。请进去。会疼吗？一点儿都不疼。阿布拉卡布拉，阿布拉卡布拉！我哥哥呢？不用担心，他在这儿。哥哥，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李安，我在这儿。刚才真好玩儿。